张家人集合。张主要源自姬姓，称皇帝一脉。张辉是古代重要武器弓矢的发明者，因弓箭的诞生对社会影响大，所以皇帝封辉为弓镇，执掌弓矢制造，后又取弓长之意，赐姓张与濮阳，封地清河，张辉就成了张姓人的始祖。按照2020年的数据显示，张姓人口总数达到了9500多万，在中国姓氏中排在第三位。张家人多，大人物也多，比如游说六国纵横天下的张仪，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张骞，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的张九龄，太极拳发明者与武当派创始人张三丰，辅佐万历皇帝进行改革的张居正，现代著名女性作家张爱玲等等。你身边有多少姓张的人呢？中华姓氏5000年，下一个讲啥？